这个查某就是安尼啦，敢若食水的鱼，撑袂停啦。这大粒，头脑煞唔捌咧用。好啊，我就是啥物拢无好嘛，你该欠。那安尼，你就用这个破手机的头脑小想一下，看有啥物妙计当来对付伊啊？妙计是一定有啦，但我即马暂时无甲心思放伫遮。我讲荣誉财经博士啊，我请问一下，无你的心思是放哪搭？是放在阿美华遐，还是放在伊旺遐？顶摆问你的代志，你考虑到安怎？什么代志？我栽培你的代志，你是真正放袂记哩，还是根本无甲我这个人，也佮有我所讲的话记在心肝内？是的啦，总裁，我即阵啊，规头壳只有工作尔。无紧，我就是看中你认真这点，所以才想要栽培你。归去安尼啦，明仔载我就马上安排你去法国在职进修的代志。总裁，唔好啦。安怎？刚讲你要放弃这个机会？我只是心绪不起。我知影，一定是有甚物人予你压力对无？你放心。有我做你的靠山，你唔免惊。总裁，你误会啊啦，无人给我压力，是我家己的决定。你有考虑清楚无？嗯。好，那就照规矩来。在新的人事任命还袂落来之前，你无需要来我这办公。总裁，卡姐，咱卖等啦，先吃好无？是怎样质量黄灯啊？吃暗顿，事先也唔讲一声呢。最近较无闲啦，时间较歹算。是毋是伊的女朋友已经转来？我听伊咧讲啦。等下转来叫伊来找我，我要直接甲问我清楚。卡酱啊，我知影你咧孝顺啦，要过你千万唔通叫质量吼，也袂娶到先生咧。你这个嘴型吐一挂口听的话出来无？会用的啊，只要你卖比卡酱更加笑。小卡家己哦，去坐坐来回葡萄好啊。你这也是讲对对去。家己心内在知哩。你，玉英啊，到底是啥物代志？我唔知影哈。这吼，美容话来讲就好啊啦。这代志是伊发现的啊。无影的代志是要发现啥？大妈，一家伙啊，欢欢喜喜食饭，一看无必要代志，都无必要讲出来，让阿妈操烦。好吧，无代事啦，来食饭。志忠啊，不管是大代志、小代志，我拢希望知影到底是安怎。卡酱，是我唔好啦，我都烦恼冰村，下加伊即卖秘书今日想我，所以就甲伊调去予志忠，另外换一个秘书予伊，代志就是安尼啦。哈、啊，爸，你有够厉害呢！到即马阁会当。姐啊，无咱代志单单食饭。卡姐，若讲着这桩代志，我着想要骂人啊！你敢相信讲我食到这个岁数，阁在外口风流，而且这个对象，阁是家己身躯边的秘书？是啦，阿妈，孔爸爸无可能这么渺小。变春啊，若讲到这点，我认为讲美华讲了无。人讲成字头顶一支刀，我咧希望讲，你会当家己听下记下这句话，不管是有也是无，总是撇者较好啦。卡姐，真拄啊好，我嘛是安尼在想，都真拄好嘛。我即马宣布。伊方为明仔载开始正式调去做志忠的秘书，卡免有人搞猜疑，找借口在乱。原来你这，我拄仔入去听你教志涵啦，我真正有心哦，要栽培这个囡仔。你也毋过伊是在。袁世雄的代志处理到安怎？
我即马咧问你袁世雄的代志处理甲安怎？你是臭气人是无？我这人就是安尼啦。你若轻声细语我听，你若愈大声我就听。你既然去到要老冲去啦，去来之后想讲要跟你参详一下，讲恁这个志向，无经验先看会讲，咱是要安怎教？结果呢？你看到我哪这么歹下手？我即马最后再问你一摆，袁世雄的代志处理好未？小鬼十摆已经走去啦，暂时你地界袂出来乱。像这种孤魂野鬼，天条阴曹地府，我管伊袂掉。无是变怎？伊就是变钱。钱若是要伊哦，暂时会当平静一段日子啦。钱若开了嘞，肉包饲狗，打山填海，这拢毋是久长之计。上好用想一个办法，互伊离开台湾，而且永远拢无法度倒来，我才会当安心。你规气叫伊去死死的啊，看伊肯还唔肯？安怎？我敢讲唔对？如医生无，大家拢会安定啦，偏偏咱一定会甲你颠倒病啊。你希望讲伊离开台湾愈远愈好，伊所点头讲哦，伊会当讲来台湾，甲咱超人吸条条，伊才得到上大的利益。伊敢会像你遐讲，话走就走，之前摕5000万死去台了做生意，钱开了咱毋是赶快转来？你若是要叫伊莫转来，都伊叫伊莫喘气。你这个查某就是安尼啦，一个嘴敢若食水的鱼，喘袂停啦，一个头发这大粒，头脑煞毋捌咧用。就是什么拢无好嘛，你该欠。那呢，你就用这个破手机的头脑小想一下，看有啥物妙计当来对付伊啊？妙计是一定有啦，但我即马暂时无把心思放伫遮。我讲荣誉财经博士啊，我请问一下，无你的心思是放伫哪？是放伫阿美华遐，还是放伫伊旺遐？这甲伊旺有啥物关系啊？哼，敢讲你甲美华同款？啊！你疑神疑鬼是无？要哪会啊？你敢是把伊放调当去集中遐？我早就讲过啊！一人一家代，公妈随人猜。袁世雄的见笑代是你的，这件代志你若是无处理好势，最后受伤害上大的人是你甲志良。到时阵，你就莫怪我无顾情分。好啊，无要紧，大家看你好怒啦！台湾的社会就是安尼嘛，什么人的名声大，什么人就是媒体目标。最近美国的大学，敢是要颁一个什么荣誉财经博士给您？到时阵媒体也知影，我都不相信黄冰川竟然饲我一囝二三十栋会当外公菜。你别讲讲你是叫人骗的，所以这二三十栋你都唔知影，骗笑的啦！我这看卖到时阵是同情你的人较济，还是耻笑你的人较济啦？南兴，是你骗我。好歹我阿头厝嘛，甲你斗相共；好歹我嘛，甲你共眠床，共甲一暗暝照陪你擦擦灯；好歹正我嘛，叫你老爸你照看，为少年人的尽心尽力。你真是要做啥东西？你都莫看我心肝凶。好，小心看，我黄天春会无伊的办法。